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在我的频道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两个换弹夹的方式，一个叫快速换弹夹，一个叫做战术换弹夹。第一个快速换弹夹，就是在你射击之后，枪膛后停的时候，做丢弃弹夹，快速上一个新的弹夹，并且恢复射击状态。这是快速换弹夹的基本要求定义。第二个战术换弹夹，当你射击觉得子弹不足，要退回了掩体，并且在掩体后方把原来弹夹收回来，换上一个新的弹夹，再跑出来接战区进行接战。所有战术换弹夹的动作必须在射击线以内，并且在于掩体之后安全的收回弹夹，并且放上新的弹夹，继续恢复射击的动作。这一点也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哦。实际操作流程供大家参考。